路加福音十章五节，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。路加福音十章五节，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。我们用主爱我必爱到底的这个曲调，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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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一起唱，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。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蒙福的生活，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每日的健康与平安。在你丰盛的供给中，我们福杯满溢，一无所缺。今天我们纵然你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将自己的金钱献上来，拓展你的国度，扩展你的教会。愿主祝福，愿主悦纳，愿主祝福每一个兄弟姐妹，祝福他们的家庭，祝福他们的工作，祝福他们的孩子。主啊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的颂扬赞美尊贵都归给神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